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这边是位于草屯市区。那这一条路呢，之前我们有巡过，就曾经好像我第一台的1:10的大货卡翻出来的这一间。那事隔至今也隔非常之久，那我们又来到这一场，就来这场玩一下吧。来，我们来玩看看这一台。这一台呢，最角落有发现那一颗，那一颗是市面上应该近一两年我从没看过的商品了。那一颗好像叫 K99 大海螺，而且是纸盒装的。那一颗至少4-5年起跳，但是就有点里面，能不能打出来不知道，但是可以试试看。10秒哦，它秒数很长。打得过吗？哎、哦，啊，他把它埋起来了。哇，重的啊！哇，这一个。插到底，凉凉了，这台凉了。哇，我觉得出不来。完了，大海螺直接略过，没办法啊。爪力不够。哎呀，这爪力是真的太尴尬了。虽然他有用一些扣点的给你，但是这个力道会比较难，而且你又要刚好扣到那个点才能浮，那基本上就很难了。非常难打出货了，但是我们就试试看出一个东西吧，尽量呢。它在这边哦。对啊，不然这个还可以扶，这个台灯应该比较轻，前面这个，而且它前面甩前面有点怪怪的，插下去，哇，全部都放弃，哇塞。整出都没了，只有这个，哇哇！原本看到大海螺有点兴奋，说可惜呀、啊，就被他拖上去。对呀、啊，哦，要很刚好扣到那一颗圆点，哇，完全不行，只有这个。有点机会，啊，出一个，因为真的那颗大海螺不是我不想拼，是真的没办法，因为你看这个中的基本上都要打那个扣那一颗球，但是你没有扣到就会从头滑到尾，还有前面那个我们也有试着全包过，也中的就起不来，那我们就出一样吧，再去玩一下下一台，来玩一下这一台试试看，哇，很慢。哎，爪力也是比较刚好，但是可以试试看的。虽然它甩浮是真的不错大，扣到卡爪，然后这个小捏一下，这样子吃下去，起，哎，起得来，然后有点微放，那这样子呢？它过不了吧？哎，这个。再一次过，有啦，还是过得去。我试试看能不能拉到这个，两拍应该可以到，因为它很慢。哇，拖得动，拖得动起不来，但是拖得动插到底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可以试着这个捏，欸，也还可以动。我在想能不能把那个拉出来，帮我们挤好挤满就好。这样子我们前面那两个就可以，我们把它缩小空间。但是现在这个站得有点高啊，直接给你捏下去。哎，走，起起起起起，哎，起不来。嗯。这个也很重，这个给它插下去，扣到透明盒可以起来。这只有扣到啊？对啊，所以要打那个打补位，这一个绝对要打补位，就是那一个要拉出来，把东西把它挤两个挤住，应该就可以。
还是我先前面，能出就出。后旁没有想要放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嘿，嘿，直直落，然后就这一个了。可这一个会有点小尴尬，它如果只能靠透明盒过来的话，也不一定。如果挤好挤满，这都难讲。只是这一个一定要，这一个要出来，这个一定要出来。哦，出来了。哎，这个一定要出来。这啥？哎，好像是头灯吧，就是那个探照灯的感觉。哇，安全帽！我觉得我们再把它出个一个，应该不是问题。只是东西就是要带的，像这个安全帽，溜一下，然后黄色带过来，八八九拉出来。虽然会比较想打八八九，对不对？我不到啦。哎呀，但是就，哎咋？可以，哇！他直接想出哎。对啊，会不会结果打这个出来？你看这台的甩幅，哇塞，后旁八八九，我觉得要出来，出来这个拉过来，八八九出来，如果这个可以往后倒，就很漂亮，超漂亮。哎，中，起，放一个。都滑回去啊？对啊，刚好贴前面呐、啊，然后刚好往前贴就好，贴在45度角那个点，八八九就可以拉出来了。中，拖，没有，我先小拉一下看看。耶，中一个，好，滑滑滑，前面。放个放放放放放放，哎，还行，来，八八九过去吧，走。哎，其实八八九可以打，它很好扶哎。对，超好扶啊！我在想，现在我们会不会打这个出来？因为你现在下去，它八八九躺掉，它就整个就往前贴了。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一个比较难，对，反而最难，比这个方的还难。还是要试试看。因为毕竟他都来了，我们给他包到底。因为他还是微放微放的。起。就这么出了，没想到，超意外的顺。嘿，就过了，来。有比较近的。哎，我觉得他有可能捏一次扶一次，因为他每次刚好几下都在洞口啪回去，贴最近，然后一个最大的甩幅。哎哎，哎切！太重了，差点呐、啊。那八八九来吧。哎、欸，八八九超好打，它会拖呢。八八九超好打。那这个呢？这个要打出来。对，这个要想办法让它进去了，要进去帮忙，不然就是安全帽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拉下来。因为安全帽全包。对，安全帽全包，因为安全帽的后面八八九那个洞，那个一定要补起来。哎、欸，直接把它拉来这里嘞。是吗？对。先出重点，这样子，安全帽在后面挡住，直接给他出，跑进去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捏，捏捏吧，哎呀，不然如果我们可以择一的话，八八九带过来之后，那个拉到后面，不要给他走了，既然来了。
那就都别回去了，那个打个反拍，这样子过去，全包，尿尿这边，这样子，哎，打重点就好了。哎，我去，再少一点点，哇！889，没想到889，想哎、欸、太里面了啦，结果没想到超简单，哇这个超大，但是这一台的弹性说实在的真的好玩，因为它是大甩，虽然它下爪很慢，你抓得到它的甩幅的话其实不难，而且正门那一个我觉得刚刚打好几下都差点出，也许有机会，这个在左右给它包下去，起，它圆弧形在哪？对，你直接拼吧。好，我们就小试一下，试试看。对，哇，哦，如果我后面有东西挡的话，这一颗可以，绝对可以。只是被我们算被我们打空了啦。我们毕竟这一台打了四样大东西，嗯，空间感就大很多。全包。嗯，扣不到。对，贴贴着，快了快了，差不多了，给他一个包下去，全包就对了。这样，卡过，过不了。嗯，因为后面要有东西，没东西的话真的不行，会比较难一点。但是我们889也顺利出了。非常不错，那我们再去玩一下下一台，来吧，我们来小玩一下这一台试试看，因为这一台在上次来的时候有玩过，看四格至今有没有变，一样是甩幅不错，下爪慢的，爪力全包不算，要捏到才可以感受得到，嗯，爪力强，先逆过去了，逆这个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安老贼。小蛮腰，用铁盒装，厉害吧？哇，这叫什么？旧的东西新出，那个叫怎么？那个要怎么讲？过来，哎呦，推新什么之类的？推陈出新，推旧出新。安娜，这个是在玩那个叫什么？天才冲冲冲里面的游戏，哎，我这个鞋子来了，推旧出新，推旧出新，我乱讲，推陈出新，你们在，但是这一台里面最角落竟然有那一颗，哎，我们从来没夹过的，但是因为在机台里面那一颗真的太难了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，那一颗太重了，那一颗真的重爆了，哎，我拉满了，哎，41。还行吗？哎咻咻，怎么这么稳？哇塞，这双鞋稳的嘞！那你就来补个位，一、二，全包好像会出。然后这边其实这一台的爪力真的算蛮强的，它好像都扯得出来。889已经出的，对啊，可是刚刚已经出一颗，我有点心满意足了。哦，在第二颗的话就不知道了。嘿，嘿，哇，还是要捏个宝。可以。来呀！哇塞！哇，这台捏宝很稳啊。不得不说爪力真的强，这一个灯哦，应该是太轻，它类似像吸顶灯的感觉，小颗的吸顶灯，我们再挡，因为我觉得它虽然它丢回去很稳，但是它好像丢的那个内丢感不大，挡好挡满
我觉得应该可以，会比较好出。这个先出来，这个看夹得到。我是希望把它拉出来压着就好，我可以把鞋子再往前带，这样子。哇，太重了。那就先鞋子补个位。还是把那个螺拖起来。你说那个叫什么 ？A88？ 哎，哎，到了，拖到了。过了，憋回去。哎呦，先来，先来，这样子。哎，还没抽，都补成这样子了。这一个鞋子，来，这双鞋子起。哇，哇，那个不能回去啊。哎呦！哎呀！这双鞋子要修嘞。有的吧 ？OK， 我们这双鞋子打了大概300。哎，300多买一双鞋子应该还要开不 OK， 他怎么回去了？哇，你的延迟啊，嗯，他那个延迟感其实有点小众，他写高清投影机耶，让我想玩玩看他到底多高清。过来，拖到拖到，让我拉过来，过。哎哎哎！哇，后面没东西啊！对啊，那个洞真的是，还是可以稍微试一下这个889二收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哎哎，好好，好像不错呢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感觉会可以打889。哼，889。算了算了，一个一个来。对啊。不要贪心。真的。来了。这个889上去应该是上不去，因为那边刚好一个圆盒在那里。这个先，这个先，前面刚好可以借位，旁边又补位，刚好。哎呦，无限枪位！哎呦，他爬过去就有了呢。中一个，哇，这样子应该要变个位置了，包多一点试试看。哇，后面要有东西的。对，那我知道了，我们这一个先要么出要么带走，如果他过来的话，如果他这样过去，我把889，他能不能逆拉过去？这个出不了。嗯，这个捏不到极致宝是真的没办法。补位，起来补下位，过。奇怪，前面那个灯为什么不会补位啊？对呀、啊，过，哎呀，哇，过，终于，打这一台也是要浑身解数啊，要是那么好出啊，对，而且要像刚刚我那个是完全提早派件。他才有办法吃得到。这一个，
不是那里呀、啊，它好像是一只鸡耶。对啊，不然就内丢，它基本都是内丢嘛。你看，用这个过去。哎呀，它拉上去的话，可能会放在这个上面，一脚在上面。对啊，毕竟它那个二收会有延迟感，延迟感的话，基本上我拍不到我要的位置，只能靠提早拍去克服。但是提早拍这个东西治标不治本啊，因为提早拍可能爪子还没晃到，但是你又要做提早拍的动作，反而吃不到。就这一下决定吧，好，放弃。你看八八九在那边其实很漂亮，只是如果它是即时，我可以甩过去，啪捏在它的脚，啪噔就带过来了。但是就有点可惜啦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至少也成功出了两样，再去玩下其他的。这一台呢，上一次就没有玩过了，所以就不知道台性如何，但是先拿就对了，拿不动了。你看，像这一台有没有？啪啪，这一台是很即时的状态。下去，哇，太重了。哎呀，但是它爪力是有开的哦，是前面那个东西太尴尬了。然后这只比克哦，太快了。哎，都是被这个。因为它下爪是偏快，比较快了点，然后刚好都卡到这一个，吃到，结果，哇，更惨！哎，勾住了，还有这样的，哇！快出来！哎，松掉啦！是的。直接出就好了，一直拖他干嘛？没有，我要拖比克出来，我要打比克啊。但是现在就这边小拉看看啊，这边小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再出最后一个就好。它也是中的。对，哇，它整个都中。那这一个嘞？嗯，这个非常轻。对，这个应该有吧。然后这个比克你可不可以出来的？死都不出来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就你的比克过来帮我把后面挡一下就好。巴蕊，好，这样子，等一下他请下来，因为他就变得没办法平躺，看能不能让我做一个滑就好了。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就是要这样子，玩一下就好。对对对，刻意比克，让你看刚刚比克让顶一下这样子，然后能不能来了？就是这样子，非常完美，完美的一波小操作。那我们最后就出这样吧，我们就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夹完了，今天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，也算是满满的一面，把一个标准台块挡住了。然后今天的出货感算是非常的不错，只是有点小可惜，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开场的那一颗非常极度稀有的时代眼泪，那个 K99 大海螺，今天不是我们不把它夹出来，是真的没办法，不是我们不去夹，而是真的没办法。你看有押韵，因为真的那一台的力道比较尴尬，加上它前面斜角右边全部都是重的，而且是捏几乎都不太动啊，右边那两个还要对点，一定要捏到那颗球，但是你要用那颗球而浮的话，你没有捏到的情况下会偏多，整集都在那边滑滑滑，那个非常难，所以我们直接随便出一个东西就选择放弃。然后我们这台算是没有玩过的巨无霸台吧，然后这台台性非常之佛，然后它大甩下爪速度极慢，我超爱，东西就是把它补好补满，这一台一路顺畅，遥控车，然后889还有行李箱，只是后面那一个很大盒的那个黄色，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最后那两台有打投影机啊、鞋子啊，还有这个狗狗的喇叭，
还有这太空人，所以今天我们出货感算是非常的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就夹这样子吧。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双鞋子呢，而且是板鞋哦。虽然它是可能我没看过的品牌，但是就如果你穿出去呢，你也不怕它脏，因为你并不是你要买那种非常高价值的鞋子，所以出去啊脏了就脏了啊，去踩脏了啊怎样的啊，你把它当作月抛也 OK。那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双鞋子，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一双的穿好方法再片尾，大家看一下，喜欢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